抑制喷雾厨房，配件多样，大面积台面，配备多种厨房用具，故事机功能，寓教于乐。厨具多样化，可玩性强，厨房下方还有小冰箱呢，点餐本还可以写上想吃的食物呢，按压循环出水，让我们把食物洗干净吧。切个蘑菇来做菜，往炉子里注入自来水，放上准备好的蘑菇，盖上盖子，转动开关点火，看炉子会喷出烟雾，太漂亮了，哇，好香呀。最后加点配料就可以上菜了，让我们再来煮点其他的吧。往锅里加入冰水，放入准备好的食物，在冰水的作用下，食物开始变色，变成煮熟了的颜色，来体验一下做饭的乐趣吧。